假如全班都是隐形富豪，老师你怎么了？早上堵车迟到被校长罚款，自行车还会堵车，没法，货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。你早说嘛，管家给我们老师送100辆劳斯莱斯，幻觉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老师还有什么困难？说。我家除了下水道不漏水，哪儿都漏水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困难，这还不困难？看见那栋楼了吗？送你了。啊，这一栋都给我啊？这算啥？这边的1000栋也给你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老师，你怎么还不高兴？我有车，但是加不起油；有房，但是交不起物业费。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。这还不算大事。我可是家里蹲集团董事长的儿子。以后你加油和房子的费用我包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给你这卡无限刷，密码6个0。哈哈哈！我终于走上了人生巅峰。赶不上课，罚款！罚款！信不信我分分钟收购学校？就你，致富成功2000万。现在我才是校长，你去给我打扫厕所。你在干嘛？怎么回事？我的车，我的房，我的卡。又在做什么白日梦？来我办公室。哎呀，听完了。假如记忆可以随意添加，记忆添加中心，添加记忆，一旦添加无法更改。赶紧，我要添加所有数学知识。好的。我的天，添加成功。添加什么记忆？给我儿子添加家长会记忆。一旦添加无法更改，慎重。上周没有参加儿子家长会，给他添加那天的记忆。请选择套餐。怎样？添加成功。帅哥，添加记忆。选择添加屏蔽老妈唠叨还是武功绝学？添加屏蔽老妈唠叨记忆系统。对不起，你妈妈唠叨太强大，屏蔽不了。咋办？可以选择删除某段记忆。把我前1000次考试的0分记忆删掉。已删除，开始添加。添加成功。我的天，说话变快。已删除1000次考试记忆，脑袋剩余可用内存大，速度快。添加记忆，请选择全球知识体系，赶紧添加。不过什么？少废话！我的天，咋回事？你选择了99999条信息，大脑内存不足，赶快终止。操作一旦终止，记忆将全部瘫痪，也就是脑瘫。那咋办？可以外接内存。接，我要外接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回事？记忆数据过大，大脑处理延时。五阿巴阿巴，大脑出现死机，变成白痴。假如分数可以当零花钱，老板给我来一台最新款电脑。1000分你有吗？开玩笑，给你1000张试卷。全是一分啊。支付失败，支付失败。怎么回事？1000张够了呀。这都是10年前的试卷了，也没说会过期啊。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老板，100箱辣条，10箱可乐。好嘞，500分怎么支付？分数支付。你有那么多分吗？少瞧不起人，我可是学霸。支付成功，500分。哎呀，这就给你打包。我只有5分了，别急，可以试试抽奖，最高有100分。哎，这个好。1分1次，来几次？来5次。哎呀，这啥破抽奖！人不行，怪路不平。老板，把你们店给我全包了。哎呀，大顾客呀，怎么支付呢？分数支付。这可是需要10000分才行啊。还这么点，对于我来说就是简简单单。别说大话了，赶紧支付吧。试卷异常，试卷异常。哎呀，居然被发现了。你这试卷不对吧？还敢改分数，就考了10分，试卷没收，叫你家长来。完了呀。假如菜品能治病怎么办？换游戏。躺下，药酒消毒。哎呀，好痛。葱姜蒜促进伤口愈合。不行，好疼。打个石膏。厨师，我胃出血。500cc 番茄酱立即注射。哎呦我的妈。啥？过敏反应 ？B 型番茄酱没错啊，是 A B 型番茄酱，前面一个字看不清了。A B 型糖番茄酱，马上替换。吃不下了。厨师，我头晕，手伸出来。怎么样？脉搏不稳，贫血还缺钙。我的天！快注射1000毫升糖水。我的天！助理，拿200根猪棒骨给他补钙。厨师，给。拿去，每天按时吃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厨师，我流鼻血。哎呀，血库血液不足。库房还有2碗毛血旺。拿来，准备注射。不行，喝不下了，必须说完。厨师，我有腋臭。哎呦我的妈！杀伤力好大。少废话，能不能治？我的天，天然药材，用你的洗澡水煮出来的螺蛳粉，肯定天下无敌。不行，给全校同学1人煮1碗，预防流感。厨师，温柔点。假如10后都当了家长，老爸吃早餐，放着。不行，我要迟到。哎呀，别急，你还要上班，太快急不来，你自己去。还有，老爸看老板不顺眼，辞职了。妈，我好饿，自己做饭。什么？要我做饭？我第一次当妈妈，凭啥我做饭？再说，我做的饭你敢吃？有外卖吧。我要一杯奶茶，2个汉堡。不行，我的韩剧更新了。等会，你还没给我钱。妈，我去学校了。站住！哎呀，烦死了！放学回家给带点辣条，再要一杯奶茶，3分糖，炸串就随便选点，钱你先垫上，你爸下班回家给你。什么？这么大个人了。
一加一，一加一，哎呀，好难！臭小子，闭嘴，别打扰我睡觉了。十二点了，没到下午三点，不准起床。我的天！你们家孩子又打架？什么？是别人先打我的。好呀，臭小子。小呆吧，别生气，小呆不懂事。儿子，告诉我谁欺负你，走吧，给你报仇。真以为我儿子好欺负？老爸，别冲动，别拦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假如吹牛可以减少家庭作业，老师给我把语文减少。看你可不像会吹牛的。少瞧不起人，我是全班第一名。成功减少一天，你这不行啊！别着急，精卫填海的时候用的是我家的钻石。成功减少四十天，差点还能吹不？怎么还差？珠穆朗玛峰是我的玩具，非洲是我的后花园，里面的狮子老虎都是我的宠物。成功减少五十天，行，正好。老师，我要减少一个星期的数学作业。数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听好了，我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。支付减少一天，我可以飞。支付减少两天，这老师真。嘿，不要了，浪费时间。老师，给我把这辈子的作业都减少了。就你，我看一天都不行吧。切，我可是我们村最会吹的。伯伯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家鸡有八条腿，兔子有两个头，狗有翅膀可以飞。成功减少十天，就这不行呀。刚刚只是热身，听着，太平洋是我家的洗澡池，前两天才把水抽干给洗了一遍。南极是我家的冰箱，才买了一万头会飞的大象。过两天家里蹲集团的董事长要来给我当司机。成功减少十万天。哎呀，果然是吹牛大王啊，以后你就没作业了。假如学校只有一个学生，下午请个假，一年上不了一节课还请假，我回来肯定努力工作。出门左走，校长办公室，别工资走人。不要啊，我不请假了。王小呆，你今天想抽什么课？随便抽吧。恭喜你上语文课，换成美术课。好的，美术老师这就来。五年了，你终于抽中美术课了。急啥？那边音乐老师已经六年没上过课了。昨天是谁值日？昨天是我值日。这就是你打扫的结果吗？我错了，我昨天着急回家。算了，看你也不容易。哎呀，谢谢。以后学校都不要请保洁了，全部给你做。我什么我？不想做就走人。我做。怎么十点了还不来上课？电梯坏了，我才上来。才一百层楼，你走了两天。都怪我，我们开始上课吧。上课？都迟到多久了还上课？外面站着去。这不太好吧？怎么，不想干了吗？哎呦，我现在就去。对了，明天我请一天假。那就是说明天我们全校放假一天了。对，放假一天。太好了。假如人的记忆只有七秒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一加一等于，哎，忘了。看我的，一加一等于，咦，老师我也忘了。这都记不住，听好了，一加一等于，完了，我也忘了。知道了，一加一等于三。对，就是三。哎呀，终于到家了。你是谁？在我家干嘛？这明明是我家。我看看备忘录。哎呀，是小呆呀，你连自己儿子都记不住。我们家什么时候装修的？等等，这不是我们家。哎呀，我们是隔壁的。老爸，给我十块钱。你拿十块钱干嘛？我要去买零食。给你。你给我十块钱干嘛？你不是说你要买东西吗？啊，我忘了我要买什么。算了，还给我。哈哈哈，老爸，我中了500亿彩票。哎呀，我们家发达了。什么发达了？你不是中了500亿彩票吗？500亿，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说我中了500亿彩票，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宝宝们，假如人的记忆只有七秒，你们愿意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